睇完之后记得 CLSS like share 留 comment 同埋订阅我哋嘅 channel， 多谢大家。而呢款枕头又翻咗货啦，而家卖79蚊有一个。用嚟装西装或者外套嘅袋3蚊一个。而呢款葡萄酒而家卖35蚊一支。有两款 size 嘅瑜伽垫啊，而家都系卖29蚊。多款不同造型的假发公仔，现在都是买10蚊有一个。这款有很多文字的胶纸，都是3蚊一卷。啱晒攞去旅行用嘅旅行双人床4件套装，而家都卖咗15蚊。而呢款304不锈钢保温冰霸杯，而家卖19蚊。另外，而呢款靓款嘅水樽而家卖咗49蚊。见到有另一款的色的假发公仔，现在都卖5蚊一个。啱晒喺厨房用的懒人抹布卖紧5蚊。而呢款嘅扭计色而家卖15蚊有一个。而呢款扁平嘅酒瓶而家卖15蚊有一个。蓝色嘅环保袋3蚊。粉红色的车尾袋2蚊一个。而呢款银灰色的环保袋5蚊。呢款啱晒喺办公室用嚟碌面嘅碗咧，卖咗19蚊。简单方便煮个面，放落个碗度就 OK 啦。而家喺厨具部可以揾到。而家仲有多款颜色可以俾大家拣添，中意喺公司露面嘅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啦。专业级不锈钢调酒套装59蚊，有齐调乜酒、蜜酒、鸡尾酒、不锈钢调酒器、12寸调酒搅拌着、量杯、冰格。夹冰器、酒嘴等等，门口位少量发售，
食物造型雪柜贴$5一个，瓷吸设计或者是雪柜磁石贴纸用，家居必备，门口走廊位找到。古灯泡型充电 LED 灯$29，小巧方便，简单易用。USB 充电，家居房间床头桌癌用。Size 11x7x6厘米，有金色或黑色款式，楼上位找到。气氛灯$25。另外呢款咧 C 型颈椎按摩枕都系卖$15，佢可以颈部辅助矫正同埋睡眠舒缓放松，120度嘅曲线，凹凸两面设计，而家都系卖$15，需要嘅朋友快啲嚟买啦！呢款色彩鲜艳，好似绑鞋带款嘅环保袋$10有一个。而呢款粉蓝色嘅增高训练器。都是卖紧$29一个。厨房浴室收纳胶架$45，四层设计安装方便，收纳浴室用品整整齐齐，一楼体验区找到。WW-Y124USB 流动充电器$55。双 USB 输出及一个 Type C， 10000码，简单方便抵买之选。三号铺货价稳到。Mim P36 USB 流动充电器$79，三号铺稳到。Type C in USB output 10000码 P20W 加 66W fast charging， 轻巧方便，抵买之选。温控电热水壶$289，三种方式加热，四种恒温选择。采用 Strix 控制温度，可选四种恒温，实时水温显示。食品级316公升，不锈钢内胆，设有隐蔽式底部设计。电热水壶可360度摆放，防干烧保护装置，原装行货1年保养。蓝牙耳机部稳到。另外呢款华为 WiFi 无线蛋嘅路由器咧 ，E5573， 而家都系卖紧$270，佢大概用到6个钟头嘅，备用时间系有大约300小时到，而家喺蓝牙喇叭位置稳到。大白色嘅透视款嘅收纳袋$2一个。充满花花图案的环保袋$5。而这款充满格仔图案的大尺寸拉链保温袋$15一个。而这款20000mAh 的尿袋都是卖的$55，它有双 USB 输出，轻巧方便抵买之选，在三号铺货架可以找得到。啱晒一组猫奴买俾主子玩嘅逗猫棒，而家都系卖$19一盒。而呢款折叠式嘅电蚊拍，而家都系卖$49，佢可以挂墙或者手持两用嘅。而呢款22cm 嘅陶瓷碗，而家都系卖$15一个。另外佢有一个陶瓷碟，而家都系卖$9。细细个嘅保鲜盒$3。呢款啱晒放喺屋企或者写字楼用嘅收纳盒$5一个。
睇完之后记得 CLSS Like Share 留 comment 同埋订阅我哋嘅 channel， 多谢大家。